看评论下面一位有趣的墨子问刘一笑看你们好，我是墨子。这是根据广大爱粉的强烈要求，咱还是把这个热血高校的梗给填上吧。毕竟现在已经有不少的笑开开始调查寡人家的地址了。那不是我说呀，一边逃避你们的追杀，一边更新视频，真的很难的。上期视频咱们说到，轩辕铁柱在影片的最后击败了慕容血栓以后，去挑战了大高个，只有赢得了他才能算得上是大铁杆子第一人。但是咱们只要看看这个最萌身高差，应该不难看出来，这个实力悬殊的他不止一点半点吧。而人家轩辕铁柱这个精神是值得学习的，隔三差五就得找大高个切磋一下去。但是屡战屡败，屡败屡败，他就没赢过。你要是不说的话，我还以为你被他揍习惯了呢，我都怕你俩人摩擦出感情来。而另一边呢，在监狱里走出了一个人，狗剩。人家当初就是大铁杆子高中的学生，但是由于他打架好急眼，急眼后掏刀好囊人的这个习惯，他是华丽丽的将隔壁光头帮的老大给囊死了，从而蹲上了巴黎子。都看看啊，在座的小伙伴们都不许学的，说打什么架，打架有什么事是一个脑瓜崩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就两个。在狗剩出来以后，就先去看了一眼当初被他捅死的那个男人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个坟头草啊，长得忒慢，我都进去多少年了，才刚长到我脚脖子，你个真完蛋，你说你干嘛呀？那怎么的呀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那个坟头草肯定是比我们大哥这个长得快呗。这么的吧，你死了以后，我们180个兄弟天天过来给你人工施肥，保证你一个月以后，你这个坟头草还能开花呢，整不好来年开春还能结果呢。那我这一看的是光头帮那边来找狗剩寻仇来了。你说你们来就来吧，这头发整的咋还这么干净呢？怎么的？你们学校的小弟就不配拥有发型呗？你们这个管理制度真有点呢呀。那狗剩看到这就表示说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那就一顿神撩。以后啊，那狗剩是跑到了慕容雪川他们的根据地。然而好死不死，那光头帮的带头人还被路过的轩辕铁柱给揍了，说这回可好了，本来是休战的两所学校，就因为轩辕铁柱的冲动又得开战了。不，你怎么回事？你知道咋回事没？上去给人一嘴巴子，这当事人都怂成啥样了？你逞什么能啊？别，大不了不就跟他们磕吗？我连你我都打赢了，我打不过他们呢。那就被轩辕铁柱这么一整，但本来慕容雪川就不跟他一条心，现在开始那是更决裂了。而此时的狗剩在干嘛呢？大哥，你看我这样行不行啊？只要我把隔壁帮派的老大给干死了，你就让我入会行不行？不是，你说你这个玩意儿，人家轩辕铁柱就为了不让你被人家踢死，都跟人雪川闹掰了，而你现在却合计着怎么把他爹给弄死。这要是让人家知道了，一嘴巴子不给你扇飞他呀？那光头帮这边呢，就准备明天晚上放学的时候去看望一下大铁杆子高中的各位头子们。你说就这时候正缺人手的时候，那孙秃子这边还掉链子。喂，小芳啊。啊，对啊，我是小秃秃，这怎么的？明天晚上放学约我呀？有空啊？那玩意儿能没空吗？那咱俩到时候见呗。啊，我当时就寻思说现在的小姑娘这么饥不择食吗？但是转念一想，哎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没准人家就喜欢牙龈比牙长的也说不定啊。别看咱们孙秃子还是个小畜畜，但是这个流程啊他是门清，这要是一不小心安全措施没做到位的话，整出一个小秃子来不就麻烦了吗？正当孙秃子纠结是买一个还是买一盒的时候，他的肉体告诉他，应该是先买一条新的内裤。轩辕铁柱这边呢，因为和慕容雪栓闹掰了，所以找不上来人，正搁这薅头发呢。人家孙秃子那边还布置上了，我整两条小毒蛇，我吓吓你，哎，看你这回往不往我怀里钻。嘿嘿，我后悔呀！人家都快他妈杀到家门口了，孙秃子死哪去了？那谁知道呢？他中午接完一个电话以后就没影了，那可能是家里着火了吧？小芳同学，你要小心，那里有一条专门咬女孩子的眼镜蛇哦！啊，讨厌啊！人家最怕这种长长的东西了。那你放心，我的可短了。你咋这么坏呢？哎，也不知道因为啥，老子现在特想弄死他。可能是因为他命里缺桃花吧。孙秃子这次因为兄弟们的捣乱，再次错过了与小姑娘的不可描述的机会。哎，老天有眼。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大铁杆子高中的各个小头目几乎都经过了光头帮的洗礼，那家伙给揍的，能让他们趴着都不带让他们撅着的。而第二天晚上的时候，轩辕铁柱他爹也被狗剩崩了两枪以后住进了重症监护室，看到自己的老爹躺在病床上，那轩辕铁柱几乎是崩溃了，说爹呀，咱爷俩他平时沟通就少，今儿你躺这儿了，也听儿子好好跟你唠两句吧。你还记不记得？上一季你跟我说我当上老大以后不缺小姑娘了，搁哪呢？你这老头子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好骗人的，你说呀？回去以后的轩辕铁柱为了能凝聚他们学校的力量对付光头帮，那就用广播说出了他憋在心里的话。喂，我让兄弟们吃好喝好啊。那反正大体意思依然是想请大家帮忙一起对付光头帮，毕竟都挨打了，不是就不想打回来吗？而这边狗剩得知这两枪是没能给他崩死了，就打算去重症监护室再去补八刀。然而正在他准备开枪的时候，就直接被狗子给拦下来了，说狗剩，你他妈巴黎子没蹲够啊？你摸着你那朵绽放的向日葵，你告我，你还想不想回去了？怎么还想崩他呢？这玩意儿崩人上瘾是怎么着啊？你告我呀！再说了，他儿子现在为了你都快让光头帮给打死了，咱但凡是个人的话，是不是都应该琢磨明白了？然而这些话正好就让醒过来的老大听着了，就表示说狗子，你救我一命，救我儿子一命，而这两颗子弹就当我还你的人情了，把人带走吧。那从那以后呢，狗剩和狗子是在鸟不拉屎的地方过着衣不蔽体的幸福生活。本片完。哎，不对，总感觉缺点啥。哎，我老感觉后脖梗有点发凉。
到了决战那天的轩辕铁柱为了不想让更多的兄弟受到牵连，以解散 GPS 为由，自己则单刀赴会光头帮。那兄弟们也因为他这股劲儿深受感染，那是齐心协力的一起对抗光头帮。那这个片子最后将近半来小时都是他们打架的镜头，他们打他们的，咱们吐槽咱们的。这一季其实比上一季人性化多了，好歹这两伙人我是能分清楚谁是谁了。就上一季那玩意儿一色黑条真能打起来了，你这一脚下去你知道踹的是谁吗？那这回就好办多了，就专挑脑瓜子上没毛的磕他就完了。当然啊，孙秃子那算个例外，但是咱们可以看牙龈变秃子。还有我有一个小小提议，就是你们在打斗之前可以先把墨镜戴，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减免光头反射阳光造成的魔法伤害。总之最后呢，不出所料的肯定又是主角赢了，只要主角光环够硬就没有磕不死的敌人。最后呢，这帮人就马上就毕业了，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曾经在这个学校里奋斗过，就把毕业证书贴满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啊。对于这个行为我只想说，你们就瞎贴吧，以后分配的时候啊，要毕业证书的时候我看你们上哪偷去。而轩辕铁柱和大高个这边也迎来了最后一次搜了。那正当我以为轩辕铁柱终于要站起来的时候，剧终了。哎，编剧，你良心就不会痛吗？就这个结局你看着就不眼熟吗？我感觉跟上一季结尾那跳起来的姿势都一样。行了，就先说到这吧。哇，我是不对这个结局抱有太大的希望了。还有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模仿电影里面的情节，那是很烧钱的。下面节目到这吧，喜欢墨子别忘了点赞关注投币，你们的鼓励是墨子最大的动力。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再见。